习一下上次讲到的这个人体的部分哈。好，讲到人体的部分呢，来还是一样，我们来看一下小人哈，看一下让小人，老师把小人调到中间一点了哈。好 ，OK， 来，小人呢怎样？首先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的肋骨？有，肋骨是在外最外面这边，可以吗？哦，哎，把肋骨被我老师戳歪了，好，就把它放回去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来看看清楚之后，我们再把它放回来。哇，太大了！有没有看到肋骨？有。现在来了，我们把肋骨拿来了，里面有没有藏着东西？有。里面开始藏着东西哦，里面藏着下面腹腔以下的，就是你的消化器官，可以吗？听过什么？有没有听过什么 X 光照？有。有，来试一下，这个，没有遇到机器，再一次。哇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把肺拿出来。把心脏拿出来。好，肝有没有在外面？有。有。那我们再大一点点看哈，再大一点看。肝这么黑的。因为它好，这里有个三角形的叫做肝后面这位，对不对？对。可以哈。好，这个位置图，请你赶快背一下，赶快背一下哦，赶快背一下哦，赶快背一下，因为等一下有用哦，等一下有用哦。有问题？有问题？好，现在来了，老师分别把他的肝。拿下来，掉下去了。太下去了。好，胃拿起来。然后呢，小肠、大肠拿起来，因为它是组合在一起，所以老师只好一次先把它全部拿起来，然后再把它拆开。好乱。老师手好大。老师手很大，对。老师手好大。好，拆开，放到旁边。然后呢，后面的消化系统后面这个就叫泌尿系统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整理一下。好，来，首先哦，这个。这个是啥？好，请你把该放的东西放到你正确的位置。Okay. 有没有人要来试试看的？好，天传最快，过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其他用的对不对？好，来看一下。对，老师会帮他打。好，挺好。老师后的这边，然后结果他没有事。好，那假设有事吗？哦，没有。肝脏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对了要怎样？只有消化系统，只要装消化系统就好了。好，肺呢，心脏呢，跟肋骨呢，丢掉，我们把它放到旁边，可以吗？只要组装这几个就好了。来，先组装，你很快，来前面，对，组装好就放在那里哦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大成就装错我。哦，对哦，装错，被录一下就很糟糕了。好，哎，回坐，辛苦了。可以，可以，要瞧一下。塞不进去。为什么？刚塞的，然后外科。对吗？不是你的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来证明，把它拍照拍下来。好，拍照了，然后 OK， 好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停，我没有说话，新年快乐，拿放上去，好，我这样子好，那不会在胸前。每个人都玩，是不是最好玩？好，这个只是让你看一下，挑战一下难度。